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maybe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Leave. 下个月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好好照顾自己。礼物。过生日的时候，我收到了很多礼物。 过生日的时候，我收到了很多礼物。历史，这个房子差不多有300年的历史了。脸。 女儿的脸圆圆的，很可爱。练习，学过的东西要多练习才能记住。 同学们，下面我们开始做练习。亮，这辆车是我新买的。聊天。 聊天，我们经常在网上聊天。了解，我对他了解的不多。邻居。 我跟邻居们的关系非常好。留学。我哥哥在中国留学。楼。 我在你家楼下等你。绿。春天来了，树和草都绿了。马。 马，我们学会骑马了。马上，我马上就到学校，你再等我几分钟。 满意，经理对他很满意。帽子，这个帽子太小了，有大一点的吗？ 米。
这张桌子有2米长。 这张桌子有2米长。 面包 面包 面包已经卖完了。 面包已经卖完了。 面条 面条 服务员，我要一碗面条。 服务员，我要一碗面条。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说得很明白，我懂了。他说得很明白，我懂了。拿。 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奶奶，奶奶，我奶奶住在北京。我奶奶住在北京。南，南。 我家在火车站的南边。我家在火车站的南边。难，难。这个题很难。这个题很难。难过，难过。 他要离开了，我很难过。他要离开了，我很难过。年级，年级，我儿子现在上三年级。我儿子现在上三年级。年轻，年轻。 妈妈50岁了，看起来还很年轻。妈妈50岁了，看起来还很年轻。鸟，鸟。树上有很多鸟在唱歌。树上有很多鸟在唱歌。 努力，努力。学生们学习很努力。学生们学习很努力。爬山，爬山。我们决定明天去爬山。我们决定明天去爬山。 盘子，盘子，盘子里有鱼，请吃吧。盘子里有鱼，请吃吧。palm palm 熊猫很胖，很可爱。熊猫很胖，很可爱。 这个月我胖了5斤多。这个月我胖了5斤多。皮鞋，皮鞋，他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鞋。他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鞋。啤酒。 啤酒，爸爸爱喝啤酒。爸爸爱喝啤酒。普通话，普通话。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
其实，其实，我其实不太了解他。我其实不太了解他。其他，其他，只有小明在教室里，其他人都回家了。只有小明在教室里，其他人都回家了。奇怪，奇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奇，奇。今天我骑自行车去学校。今天我骑自行车去学校。起飞，起飞。各位乘客，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各位乘客，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清楚，清楚。他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他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你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吗？你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吗？秋，秋，秋天最舒服，不冷也不热。秋天最舒服，不冷也不热。裙子，裙子，姐姐穿着漂亮的裙子。姐姐穿着漂亮的裙子。然后，然后，我要先写完作业，然后再看电视。我要先写完作业，然后再看电视。热情，热情，我们热情地欢迎客人。我们热情地欢迎客人。认为，认为，你认为他会来吗？你认为他会来吗？认真，认真，这个同学学习很认真，很努力。这个同学学习很认真，很努力。容易，容易，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如果，如果，如果你去，我就和你一起去。如果你去，我就和你一起去。伞，伞。下雨了，别忘了带伞。下雨了，别忘了带伞。上网，上网。我上网去看看新闻。我上网去看看新闻。生气，生气，请别生气，是我错了，对不起。请别生气，是我错了，对不起。声音，声音，你听，这是什么声音？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世界世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是是我想试一下那件红色的我想试一下那件红色的瘦瘦姐姐现在很瘦只有45公斤姐姐现在很瘦只有45公斤这个月我瘦了3斤这个月我瘦了3斤叔叔叔叔叔叔你喜欢这本书吗叔叔你喜欢这本书吗舒服舒服坐在这里真舒服坐在这里真舒服树树我们学校里有很多树我们学校里有很多树数学数学我的数学成绩很好我的数学成绩很好刷牙刷牙睡觉前要刷牙睡觉前要刷牙霜霜我今天想去买双鞋我今天想去买双鞋水平水平他的汉语水平很高他的汉语水平很高司机司机这位司机开出租车5年多了这位司机开出租车5年多了太阳太阳你看太阳出来了你看太阳出来了特别特别我特别想跟你一起去我特别想跟你一起去这个菜的做法很特别这个菜的做法很特别疼疼我的腿有点儿疼我的腿有点儿疼提高提高你数学成绩提高了不少你数学成绩提高了不少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体育，体育，我很喜欢体育运动。我很喜欢体育运动。甜，甜，这个西瓜真甜啊。这个西瓜真甜啊。条条
这条裤子有点儿长。同事，这是我们的新同事李华。同意。 同意，我不太同意他的想法。头发，妈妈的头发又黑又亮。 突然，他突然站了起来。小狗突然跑了出来。图书馆。 我从图书馆借来了两本书。腿。你的腿还疼吗？完成。 这件事在周末前必须完成。碗。把米饭放在这个碗里吧。我吃一碗就可以了。 我吃一碗就可以了。忘记。 我忘记今天是他的生日了。为这些菜都是为你准备的。这些菜都是为你准备的。为了。 为了身体健康，我每天都去运动。为了身体健康，我每天都去运动。为他真是一位好老师。 文化，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西，火车站在西边，你走错了。 习惯，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饭前洗手是好习惯。洗手间。
洗手间。我去一下洗手间。我去一下洗手间。洗澡。洗澡。太热了，我先去洗澡。太热了，我先去洗澡。下。下。今年夏天太热了。今年夏天太热了。先。先。你先去，我一个小时后再去。你先去，我一个小时后再去。相信。相信。我完全相信你说的话。我完全相信你说的话。香蕉。香蕉。你想吃香蕉吗？你想吃香蕉吗？向。向。向东走就可以看到那个学校了。向东走就可以看到那个学校了。像。像。他长得像他爸爸。他长得像他爸爸。像校长这样的人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像校长这样的人到哪里都很受欢迎。小心。小心。请小心，路上有很多水。请小心，路上有很多水。我很小心地抱起了小猫。我很小心地抱起了小猫。校长。校长。校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校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新闻。新闻。我每天晚上七点都看新闻。我每天晚上七点都看新闻。新鲜。新鲜。这些都是新鲜水果。这些都是新鲜水果。信用卡。信用卡。我想去银行办一张信用卡。我想去银行办一张信用卡。行李箱。行李箱。请把行李箱打开。请把行李箱打开。熊猫。熊猫。我特别喜欢到动物园去看大熊猫。我特别喜欢到动物园去看大熊猫。需要。需要。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我们需要一些帮助。选择。选择。今年夏天你选择去哪儿旅游？今年夏天你选择去哪儿旅游？我们需要自己做出选择。我们需要自己做出选择。要求。要求。
老师要求我们把这些题做完。老师要求我们把这些题做完。这是爸爸对我的要求。这是爸爸对我的要求。爷爷，爷爷，爷爷，请您坐这儿吧。爷爷，请您坐这儿吧。一定，一定。明天的会议，请大家一定要参加。明天的会议，请大家一定要参加。他的汉语已经有一定水平了。他的汉语已经有一定水平了。一共，一共。我们班一共有20名学生。我们班一共有20名学生。一会儿，一会儿。我看一会儿电视就睡觉。我看一会儿电视就睡觉。一样。一样，他跟爸爸长得一样。他跟爸爸长得一样。一般，一般，我一般7点钟起床。我一般7点钟起床。一边，一边。他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他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一直，一直。我一直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一直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以前。以前，我们看电影以前，先去吃个饭吧。我们看电影以前，先去吃个饭吧。音乐，音乐，他最喜欢看音乐节目。他最喜欢看音乐节目。银行，银行，银行下午5点关门。银行下午5点关门。饮料，饮料，冰箱里还有饮料吗？冰箱里还有饮料吗？应该，应该，8点了，应该去上班了。8点了，应该去上班了。影响，影响，请不要影响别人休息。请不要影响别人休息。环境对人有很大的影响。环境对人有很大的影响。用，用。我用了2个小时打扫房间。我用了2个小时打扫房间。游戏，游戏，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
有名，有名。这本书很有名，这本书很有名。又，又。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工作了。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工作了。遇到，遇到。刚才我在街上遇到了张先生。刚才我在街上遇到了张先生。圆，圆。这块手表600元。这块手表600元。愿意，愿意。他很愿意帮助别人。他很愿意帮助别人。月亮，月亮。今晚的月亮真圆。今晚的月亮真圆。月，月。他越说越高兴。他越说越高兴。站，站。爸爸站在我的身边。爸爸站在我的身边。去火车站，坐地铁3站就到了。去火车站，坐地铁3站就到了。张，张。请给我一张纸。请给我一张纸。小女孩张开嘴，笑了。小女孩张开嘴，笑了。照顾，照顾。我生病了，妈妈一直照顾我。我生病了，妈妈一直照顾我。这些年，她给了我们很多照顾。这些年，她给了我们很多照顾。照片，照片。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照相机，照相机。我新买了一个照相机。我新买了一个照相机。吱，吱。我有一只鞋找不到了，树上有一只小猫。我有一只鞋找不到了，树上有一只小猫。纸，纸。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中间，中间。我站在中间，旁边的是我的同学。我站在中间，旁边的是我的同学。中文，中文。我会用中文写文章。我会用中文写文章。终于，终于。春天终于来了。春天终于来了。种，种。超市里有很多种新鲜水果。超市里有很多种新鲜水果。
重要，重要，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周末，周末，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 主要，主要，这本书主要讲了些什么？这本书主要讲了些什么？注意，注意，请注意安全。 请注意安全。着急，着急，遇到事情不要着急。遇到事情不要着急。自己，自己，我喜欢自己一个人旅游。 我喜欢自己一个人旅游。总是，总是，他总是很早起床。他总是很早起床。嘴，嘴，妹妹的嘴边有一粒米。 妹妹的嘴边有一粒米。最近，最近，我最近很忙。我最近很忙。作业，作业，今天的作业你写完了吗？ 今天的作业你写完了吗？作用，作用，这种感冒药对我没什么作用。这种感冒药对我没什么作用。